Thank you.
弟弟那边搞一搞，那边保安好哎。买个我给你啊。不，买。来了。那你能过去吗？中国，我真的我很痛啊。妈，你不用去领啊。哎，咱要想考试呢，想考试呢，对不对？我想想考试呢。你怎么又瞪我了？啊！我瞪死我了！你看我给你多买一点，我这东西得你做点花钱。Yeah, I'm gonna do it.
你家里边的姑娘，我经常在家里一到五点了。Thank you.